别人伫咧讲起，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。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也是会来关心。飘撇的男人，多情的玫瑰，为何受命运来创治？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人生因为有时只出戏。孟贤，其实孟贤妈妈，我觉得应该平常也是 很搞笑吧。对，我比较活泼。OK， 哇，那也因为我就看得出来，因为妈妈，然后所以你们兄弟就有这么活泼的个性，然后感觉小琉球的生活应该是很每天很开心的。孟贤是小琉球，我是台湾的。哦，台湾。啊，你嫁过遐唔同港官？是咧。我拢讲中英啦，上留台合作啦。对了，啊，妈妈有缘跟他接来。留台。琉球跟台湾啦。留台合作。对啊。哎，现在这个哥哥如果都在国外没空的话，下次就叫妈妈一起来搭档了啊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效果也蛮好的。伊讲伊惊会比我较穿。你拄只甲妈妈迄个囡仔摕落，我带一下。我想讲你要创啥？较尊重的。较差不多诶。差不多诶。母亲节呢？哎呀，哦，没办啦，谢谢妈妈。谢谢洪老师为我们做奖评。我今天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母子唱歌是这样唱歌这样挑逗妈妈的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效果真的是很特别啊。尤其是妈妈忘词那一段，我觉得也蛮特别的，就整个感觉是很有喜感。那我会跟那个陈妈妈说，你这两个儿子都很棒。